在新与旧的时光边界，时尚的百货，年代久远的老建筑，怀旧的古着店，交织着时髦的咖啡馆和小店，老派唱片行。漫步到此，你可以阅读整个城市，阅读街巷，阅读一家书店，或者也可以和我一样，在印章上刻下心情，当作城市漫游。